心料理实验室，欢迎来到总心料理实验室。我是小学徒 Kelly， 我是小老师 Stella。那小老师，我们今天要来做什么料理呢？我们今天要来做的是台式炸猪排。哇，那我们先来介绍我们台式炸猪排的食材部分。好，那我们今天用到的食材有，我们的猪排呢要用大里脊的部分。台式炸猪排的第一步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先把猪排断筋。老师，为什么要断筋？这样子它的肉才会吃起来，对，不会说太硬太有筋。哦，那我们该怎么做？就是拿打肉锤，用力的锤肉。最好玩的部分，可以摸看看打完筋跟没有打筋的肉质摸起来怎么样。好，我来当评审。哦，差很多哎、欸。对啊，它比较软，真的哎、欸。这样子它炸起来肉质就比较软嫩，比较好吃。对，好 ，OK， 可以镜头看一下。我们刚刚把肉断筋了之后呢，第二步我们就要来调制我们的腌料。首先来处理我们的姜跟蒜，姜我们切薄片四片，对。接下来是打蒜头，对不对？对对对。如果有模拟机的话，最好是把它磨成泥，会比较容易入味。第三步呢，我们就要来正式的调制我们的酱汁。首先呢，我们把除了蛋跟地瓜粉以外的所有调味料都丢进去。哦，所以是丢完调味料再放肉。对，好，要先把粉浆调制完之后再把肉放进去。酱油，然后这些呢，这些调味粉都只倒一点点就好了。大概每一种调味粉都一个小汤匙的量就好了。好。要放肉了吗？还没，我们要先把调味料的部分先搅拌均匀。好，接下来我们打蛋进去，来，继续打。所以卤这个也是要加蛋吗？台式炸猪排加蛋的理由好像是可以让它表皮 Q Q 的。哦。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分次的倒地瓜粉下去，你吃一点点就好了。老师，为什么粉要分次加、啊？因为分次加的话，它比较容易搅散，才不会变灰球在里面都拿不散。好，我们粉浆做好了哦，像这样子。接下来呢，我们要帮猪排马杀鸡。好，然后搓。你看又洗了。对，没关系。你示范一次，就揉它是不是？揉它，让它更加均匀的裹在上面，顺便可以稍微的升回盘子啊。老师，那接下来我们已经腌完了之后要做什么呢？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拿到冰箱去冰隔夜喽。好，那我们已经等到第二天了，我们可以来进行油炸。那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一样会有两个步骤，第一个是一般的油炸，第二个呢是利用我们新研发的多功能微波实验机来进行微波油炸。我们来看看两种油炸的效果呈现是怎么样的呢？好，那我们先来试一般油炸的部分。Okay, 我们猪排两面都均匀的沾粉，让它回潮之后再下油锅。然后直接沾吗？对，直接沾，两面都沾。回潮是要怎么看？回潮就是它表面的粉会变得湿湿的，那个就可以。它这样子在油炸的过程中，它粉才会扒得出肉皮，才会一直掉到油锅里面。好，丢了。
里面有更好的。一般油炸的部分我们已经完成喽，这是我们的成品。接下来呢，我们要移师到现场来看我们的多功能微波实验机做出来的效果会是怎么样。Let's go， 走。那我们先请 Nick 来帮我们介绍我们这台微波实验机有什么样的一个功能。那第一个的部分，我们这台里面有微波，那微波一样是可以做功率的调节。那我们可以整合我们其他三样东西，第一个是我们的油炸，那再来就是我们这台可以做热风的干燥或者是烘烤，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过热水蒸汽，那一样我们就可以做很多的搭配去做实验。那我有个问题想要问你，就是呢，微波油炸对于跟一般油炸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传统油炸它的热量是从被罩外面慢慢的传导进去到被罩的中心，那这个的时间会比较久，同时它的水分有可能会做散失。有油炸用微波，我们可以同时从外面跟里面一起加热，达到它更快速的油炸时间，然后减少它的水分那个滋润的消耗这样。那谢谢我们的 Nick。接下来我们要进多功能微波油炸的部分，那我们大概就是约两分钟。欸、其实看起来蛮好吃的嘞，所以两分钟就够了。我们现在应该是两分三十秒的水分。哎、欸，这看起来厉害嘞！然后，那我们两种油炸方式都做好了。这一边的是经过一般油炸的，而这边呢是经过我们的多功能实验机的微波油炸。那我们来试吃它们两个有什么样的差别。那我们先吃一般油炸的部分啊，就是跟一般外面的差不多。嗯，那我们来吃看看用微波油炸的部分。嗯，差很多耶，它特别的 juicy 耶。我觉得它的外皮特别的酥脆。对对，就是它特别的 Q 弹，相较一般油炸比起来。对，而且它里面的肉质比起来，一般油炸的它比较干一点，可是微波油炸的就锁住它的那个肉质。对。那我们刚刚一般油炸其实是炸了大概三分钟。三分钟，然后再回去强酥三十秒。然后微波油炸的部分，我们只炸了大概约两分钟左右。对对，那以上就是我们两种炸猪排的方式，然后分享给大家。那喜欢我们的频道，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拜拜。可能会一般油炸，好饿哦。然后我那个真好吃哦。哟，这个排骨，哇，好吃啊！太浮夸了。我觉得这个排骨可以拿去卖嘞，那个排骨好吃啊。你觉得口感怎么样？这一个，好吃。好，那我们吃这个。口感偏硬一点。